心要简单，人要善良，不忘人恩，不念人过，不思人非，不计人远。我们人间的福气不要在年轻时候就享受掉，因为福靠行善来储存。不成功并不是永远不成功，而是正在种植成功的种子。学佛不是在灵验后才去学，而是在坚持学佛之后才会灵验。有选择条件的去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你只会功德有漏。修心人要随时随缘随喜随遇而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